谁丑那个有谁笑啊，谁丑谁笑谁知道，第一个村里的百家姓啊，百姓都走一条道，百姓都走一条道，你丑也好你笑也好，啥日都得烧鞭刀啊，舒心的日子咱舒心的过呀，别为自己找烦恼，不信你就走着瞧，不信你就走着瞧，是我一手策划的，但是不是我一个人，还有谁说？还有一个人，那人谁？说呀！我都承认了。啊？对，刘小宝哥，你承认你不告我一声，你别废话，你俩现在就跟我走，快点！刘叔，还能说？别站着，有话好好说，别整会儿人命了呀！啊，求你了，行吗？你好好说。你别上火，别上火啊！别上火，行不行？你消消气儿，行吗？你不让我上火是不是？不让我生气行？你把你的舌头给我伸出来。干啥？我让狗把你的舌头给你咬下来，我看你还告诉别人坏我们了啊！还能说？我求你了，不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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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错了，我错了，错了，知道错了哈！我答应我两个条件，啥条件？第一，你跟我走，咱们挨家挨户，你给我平反去，说放石头这事儿不是我大马勺干的，都是你刘一手策划的。行，绝对没问题，这事凑不去。行行，我承认。第二，你把俺家的苹果全给我卖了。啊！要不我就放狗咬你！行行，我答应，我答应。别卖了，别！刘叔，答应了。走，刘叔，闭上眼睛，刘叔。走，跟我走。谢谢您。走，快点上，到前面。我今天早去城府，快点走，走吧。这个喝的，现在眼疼，你一天。刘一桥，哎，你快点行不行？你那磨磨蹭蹭，你干啥呀？磨磨唧唧的。行行行，咱俩再商量商量行不行？再商量商量。哎，你往我那苹果筐里放石头的时候，你咋不跟我商量商量呢？走，不是，你说兄弟，我跟你说，你说我不一时糊涂吗？就干了好人不该干的事儿，啊！你跟我说这些没有用，跟我说有啥用啊？你挨家挨户去给我说去，快点，走。你看，刘叔，喂，兄弟，兄弟，你慢点，让我想去行不？我俩一家的，谁去还不行呢？我不去，丢人心眼的事都叫我去呢。我问你，一人做事一人当，你是老爷们不？你快点去行不行？你要不去，我要狗咬你啊！走走走走走，放心，你说的对，这让他去，这个事儿是你自个做的，听见没有啊？你自个去吧，更有说服力啊！去吧，走，快！牛叔，真娘们，你这牛叔我也得去啊！牛叔，你别说没有用，你快走，去！别的，你再等一会儿。那你先上我姐夫家吧。干啥事？先上他家啊？行，承认错误不得先从领导开始吗？那也行，走吧，快走。快点走，你这你快点前面走，快走吧，叔走走。老主任，哎呦，我给你领个人来。谁呀？进来呀，进来呀。谁呀？进，快点。
姐夫。哎哎哎，你干啥呢？哎，你屁股怎么那么沉呢？进来你就坐下了。你今天上这干啥？你知道不？不是看我姐夫吗？你起来。哎，起来，没用。来，你坐下。一手啊，嗯，这回你这个楼捅的不小。姐夫，没有多大事儿，是吧？还没多大事啊？可能在你那什么都不是大事儿，是吧？你看你把牛胜利同志给坑什么样啊？你给人坑惨了，把我整的都误会人家了。你说这个事儿得怎么办呢？其实姐夫，这个事儿出发点不是。那你别说了。啊，不是，嗯，刚才他答应我了，说那个跟我挨家挨户给我平反去。这个办法挺好，我支持你这个事儿。结果第一站就上你家来了。哎，刘一手，你说说吧。瞅啥呀？说吧。整啊，你干啥呢你？怎么这还有什么不好意思？说话，嘎巴什么嘴啊在那？姐夫，苹果放石蛋的事儿。嘟囔啥呢？行，还大点声，行不行？你是来承认错误吗？君子动口不动脚，不就是个形式吗？我姐夫知道不是你放的石头，不就得了吗？我这么大岁，你拿我当小孩呢？你这么大岁，你得知道坑人呢？我要的就这个形式。我也看出来了，你对这个事儿根本就没认识上去。你必须要端正你的态度，你真心实意去给人牛胜利同志赔礼道歉，人家才能原谅你。行，我说。说吧。我声明，往苹果里放石头的事儿啊，你们大家都以为是大广勺干的，其实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啊，那是我干的。你怎么能都说是他？哎，老主任，你听听，他好像自己干的事挺光荣似的。你说什么玩意儿这是？不，你们这是怎么回事？一会儿生大不行，生小不行，那你到底咋说？你这么的，你把他送秦姑娘家去。到哪？到秦姑娘家。我不去。怎么了？到他家你咋不去？我是就不去，反正老主任，这事你别管了，我上院里牵狗去。我就不信我治不了你。你牵狗干啥？牵狗干啥？跟着你，看着你，咬你。不，咱们这办事是人办事，你牵狗干什么？嗷嗷直叫唤，你说你啊！不牵狗，我治不了你。行了，你俩别吵了。你别牵，你去比啥都强。这么的，你别说了。什么人？我陪你去，我陪你到木匠家去，我看看你怎么给木匠把这个事跟我说明白了。走，你看多大点事儿？你看你们这咋的？这么重手，快点，就完事儿就走不走？完了，别动呀！你快点行不行？呀哎呀，你走。你废话。你也别在这上火。雅芳。雅芳。你忙了一天天，还行，不怎么忙。雅芳。啊，你叫我。我姓。姓高的。大鹏。干啥来了？我。平时你就老往我们村跑。今天还跑我地盘来嘚瑟来了。雅芳刚到我公司坐一会儿，你就撵上来了，啊？你想干啥呀？好，其实我知道你们俩。知道你还来？我找雅芳是来商量一点事情的。商量事儿？我看你是没事找事儿。说吧，啥事儿？说呀。你找我啥事儿？雅芳。我发现市里面有一个挺大的水果批发市场，你知道这个地方吗？知道，咋的？我是这么想的，再不我们去那儿碰碰运气，看看能不能卖出一些苹果。不去。卖不卖苹果跟你有关系吗？大鹏，人家问你了吗？那么多话呢，烦人。你说那市场我也想去来着，可是一直没腾出时间。再说我对那儿也不熟。没事，我去过好几次，我比较熟悉，我陪你一起去吧。不行，我不同意。咔嚓手，我告诉你，赶紧给我走，听见没？我看你我都闹心，认识你我都后老悔了。刘大鹏，人家说正经事儿呢，怎么那么烦人呢？小芳，那你看、啊？我看行，要不咱找老主任商量一下吧。他说行，咱就去，反正也不远。好啊，
行，那咱走。哎，不是，雅芳，你还真去啊？快点。吴晴，照点买卖啊，都给我精神点，来人给我留住啊！哎，留住啊！木匠，木匠，木匠在家没有？喊啥呀、啊？在这儿呢、啊。哎呀，哎呀，在这儿呢，这是。主任来了。哎，来来来，你们俩快点，你快点，磨磨唧唧干啥呀？这不找你们？快来吧，坐，主任。好。哎呀，主任，坐。哎呀。行啊，咱一桌，这还喝上了，啥时候这是当不当正不正的啊？主任呐、啊，这你就不知道了吧？我这喝的呀、啊，就开心酒，什么时候开心呢？我什么时候就喝点儿。哎呀，怎么样？来一杯，主任。啊，不行不行，我可没那雅兴啊。起来，你咋还坐着呢呀？你干啥呢？你不知道啊？起来，你坐你坐，这牙得来，主任来一杯吧。不行不行，你还坐着呢。雅兴，怎么的？有烦心事啊？咱们牛胜瑞同志啊，是被冤枉的，啊，那个事儿呢是刘一手，他指使人干的，啊，是这么个事儿啊。刘一手呢也答应给牛胜瑞同志了，挨家挨户的呢给人家赔礼道歉。咱们这第一家就来到你们这儿了吗？我亲自监督他到这儿来的，这是个好事。刘一手，把你那磕碜事儿跟秦木匠说说吧，快点，说说吧。那个。我当时吧，慢着，等会儿，这是个好事啊，对呀，我们一定要重视。秀娥，不要出声，要肃静，知道吧？哎呀，一手啊，我准备好了，你现在可以开始了。哎，我吧。当时就是，慢着，等会儿，主任呐，啊，他是不是应该把头抬起来看着我，这样显得比较正规一些？秦木匠说的对，哎，有点不严肃了，刘一手。那刘一手啊，态度一定要端正，你呢抬起头来，看着木匠。行，我说，哎，我呀，真是昏了头了。犯了一个好同志不该犯的错误。呀，姨父，姨父，锁上了吧？哎，锁着呢。要不然我们去村委会看看？不用了，先去我家坐会儿吧，我自己去找。行。来，走吧。这事情经过呢，就是慢着，我有点紧张，我喝一口。不是，我说木匠，你太损了吧你？啊，你这不折腾我吗你？主任，我刚才去你家找你呢，没想到你在我家。哎呀，你说这事就巧了，我们还撩你们这儿来了啊！你干啥来了，大鹏？你该干啥干啥去去。爸，你搁这干啥呢？你别管我干啥了，你快点，把你的事儿。你爸这不给我平反去吗？你爸说了，就挨家挨户给我那个赔礼道歉。雅芳，你有什么事你先说啊。啊，刚才那个高小水跟我说，市里有个水果批发市场，说那里苹果现在卖的挺好的，我想过去看一看。那能行吗？姨夫，哎呀，大鹏，你老跟着掺和啥呀？我就说正经事儿呢。雅芳，我没掺和。姨夫，我感觉去看看行。那市场挺大的，原来生意不咋好，现在人也不少，我跟他们一块儿去。哎呀，挺好。我看这事可以试试啊。牛叔，我求你点事儿。咋的呀？嫌我把你爸给放了？叔，我代替我爸说一声对不起，行不？这，叔，咱都一个村住的，你就放我爸一把吧，别让他挨家挨户道歉了。这个你不看别人，看大鹏去行吗？给我点面子。大鹏这孩子，你这，哎呀，一手啊，你看看你儿子多懂事，你再看看你，大鹏，你该干啥干啥去，我的事你别管。爸，你别说话了。好汉做事好汉当，你爸我到啥时候都是立棍儿。
哎，能咋的？能把我咋的？行了，还立根棍儿说啊！求求你，这你给主任这个，我说，这个事儿呢，我也不好说什么，你看着办。啊，那行了，大鹏，你这孩子给我都真感动了。行了，听大鹏的，这事儿就这么定了。谢谢叔。哎，不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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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孩子，谢谢姨夫。哎呀，你俩这孩子太懂事了。爸，你回家吧，你找你的吧。主任啊，咱也走呗。哎呀，那咱们也就撤吧，那这事就拉倒了。那你慢慢喝吧。啊，哎，主任，你看，这小子，你说撤比兔撩都快呢。你看，走啊，你慢点走啊。这不是老苗大哥吗？啊，是我。你咋来了呢？我秦老板在家吗？在家呢。啊，快进屋走。哎，进屋。好，我帮你拿着吧。不，我来。哎，好。哎，我说大哥，怎么又回来了呢？家呀，我不爱住，我那个儿子太操心了。哎呀。你说你儿子生意做那么大，条件又那么好，那你还有啥不满足的呢？事业好有什么用？那钱挣到啥时候是个头？你说他连个家都没有，带个孩子还没妈。老秦，你是我这意思你明白不？老秦呢？明白。不瞒您说呀，我去亚楠那了。啊，亚楠这丫头，哎呀，太有个性了。你说他俩碰在一起呀，都能活活把人气死。哎，亚楠的孩子是贱。你家亚楠呐，太有主意了，谁的话他都不听，反正我说话他不听。我老秦呐，你家亚楠岁数也不小。我就直说了吧，我们家一凡呐就喜欢亚楠。你说过去呢，你不同意，那我也能理解。你说大那么多岁，还带个孩子，那你说现在到了这个地步，你俩这脾气是不得改改呀？啊？哎呀，哎。我现在正在打印呢，马上就完事儿了，请进。爸，忙着呢。您说，好的，我一会儿马上就给你送过去。好嘞，再见。你要是特别忙吧，你就去忙你的，我没什么大事。爸，你来之前怎么不提前给我打个电话呢？啊，我这不怕你总说忙吗？所以我就没给你打电话。我正好办事路过这儿，顺便过来看一看呢。家里都挺好的。啊，挺好。亚楠呐，你这样，那我就不啰嗦那么多了。我这次来呀，我就是想问一问你和苗一凡那俩的事儿，你是怎么打算的？没有打算。那你们俩能不能和好，能不能结婚？对，我现在一点这样的想法都没有。爸，你根本不懂我，我也不想在这件事上再跟你多说什么了。为什么呢？我现在一个人不是挺好的吗？爸，你今天晚上在这吃饭吧，我安排一下。别，不用安排了，我来不是吃饭的。这不干爹吗？一手啊！你咋在这儿呢？来好几天了。你看你这老爷子，你这是，你到这儿咋不到家呢？你说这儿挺好的，完你还挺忙，我就没过去。
爹呀，你说这话就歪的了。你是我干爹，咱不是实在亲属吗？咋的了？心情不好？我兄弟又惹你生气了？哎，别提了。哎呀，那你走前我兄弟知道不？我没告诉他。哎呀，他要知道啊，还得来接你的。来呗，估摸着这两天就得来。他来我也不见他。你吵啥？别的，爷俩有啥解不开的疙瘩啥的？哎，那走，爹，儿子陪你上屋唠唠嗑去。干儿子跟你唠一会儿，你心情就开朗了，你信不信？拉活，走走爹。哎呦，哎，我给你拿着爹。哎，走。哎，张本成，你干啥去？回家呗。回哪个家呀？这不你家呀。拉倒吧，我一个罪人，在这块待着也没啥地位，我还回我那娘家待着去不？你瞅你那娘们样，你瞅你。就你被冤枉了呗，你也不能得理不让人啊，没完没了。哎呀，我哪敢没完没了啊，我就寻思了，在这院里一待着，一想起前一段的事儿啊，我心里就堵得慌，闹心。行了，不跟你说了，我还是走吧。发现你咋越来越小心眼了你啊？哼，我从哪生下来呀、啊？我心眼就没大过，就这么大。别说没有用，走了。你说这梨甜不甜？我跟你说，这种梨就我们梨花村有，这是我们梨花村独有的品种，你们村根本就没有。大村没有啊？呀，咱村。当个啥？啊？干啥去？没事，溜达溜达。那个，过两天我替你办个事儿啊。帮我办事儿啊？你呀，不坑我不害我呀，就不错了。不往我们那筐里放石头啥的呀，我就偷着乐了。一个小事，你咋还老记仇呢的？还小事儿？你都把我整那个熊样了，还小事呢？妈呀，你这人说话，不是，我跟你说事啊。那个大鹏不是给你们卖苹果去了吗？嗯，万一卖不出去呢？卖不出去，你接着挨家挨户给我声明平反去，道歉去。这你能不能听我把话说完？你别老打岔，行不？你说，我听听。我说的意思，万一卖不出去呢？我求人找个果窖，把你们的苹果啊储藏起来，哎，有机会呢再卖。我现在听你说话，我有点不相信了。你不是你这你得信他，他说他干爹就是那老苗头，他儿子是饮料厂大老板，还有好几个果窖呢。这事儿听见没？那是我们实在亲属，我说话好使。大马勺，这事我肯定帮你。那你办吧，办成了行，办不成啊，你还得接着挨家挨户给我平反去。我就认这个理儿，别的废话没有。嗯。干啥？爸，您跑哪儿去？我爱往哪儿跑就往哪儿跑，你管不着。那你去哪儿得告诉我一声吧，我是你儿子，我不管你谁管你啊？你的事儿不用我管，我的事儿你也别管。爸，你别生气了。你是不是又去敬老院了？没有。我这就过去接你。我告诉你别来啊，我不在。一手啊，一手，哎呀，刘一手，哎呀呀，哎呀，老爷子了，真等你呢，老爷子。我这不给你添麻烦吧？添啥麻烦？菜饭都给你摆好了，麻烦了。我这实在没辙了，我就得上你们这躲躲。咋的了？我那儿子。一会儿要到那个敬老院去接我，我呀，我就得找不着我。哎呀，那他啥时候到啊？他开车呢，一会儿就到。一会儿到啊？嗯，那个是金凤啊，领爹上屋休息一会儿啊，嗯，歇一会儿啊。我去买点啤酒。别，不用了，不用了。没事，我一会儿就回来。行了，去吧，大老爷子，走。哎，金凤走，等着啊。哎哎哎。
兄弟，兄弟，哎，兄弟，哎哎，兄弟，哎，兄弟，干啥呢？你这是？你这多危险啊！哎，兄弟，你不认识我了？我这留一手。你有事吗？那个，你让我上车行吗？上车干啥？那个，你爸跟我家呢。是吗？嗯，我搁这等你半天了。从这边上。干爹呀、啊，我回来了，干爹。哎，我没等你，我先吃上了。吃饭呢吗？这不卖人。爸，你倒挺自然，在那喝上了。哎呀，这怎么躲也没躲了，你怎么找到这儿来了？他领我来的。哎，我一说，干爹，你别生气啊。这个一家人别说两家话啊。来，兄弟，我给你倒上酒来，咱喝点啊。来，咱都来，来来，兄弟。干爹来。啊，一家人呐，有啥说不开的？爸，你别生气了。吃完这顿饭，咱回家行吗？吃了饭我也不回家，你自个儿回去吧，不回去。爸，你这是干嘛呀？你总这么离家出走，别人怎么看我这个当儿子呢？你当儿子本身就有问题，还把别人看，还把别人说了。我有什么问题了？这还敢跟我犟嘴是吧？爸，你不能不讲理吧？我行，我跟你说，我跟你讲什么理？哎，我就不跟你讲理，你能把我怎么的？我就不回家，你爱咋咋地。行，别都少说两句行不？你呀，我告诉你说，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，你出卖我吧你。爸，你别这么说人家。怎么说？你说怎么说？行，干爹，我错了，我出卖你了，我是大叛徒，行吗？干爹，你别生气啊，你那个你自己先喝着，我和我兄弟出去一趟啊。来，兄弟，喝一杯。哎，不喝，没心情。兄弟啊，你别犯愁。哎呀，你和你家老爷子有矛盾呢。要我说这事好办，没啥大不了的。你不知道，我跟我爸我们俩呀，我现在想，他现在年龄真的大了。做事情难免有点儿，哎，你说那意思他是老糊涂了是吧？差不多吧。哎，按理说呢，我是个局外人，可往往这局外人呢就能看清是咋回事。你家这事好办？怎么个好办？你爸因为啥离家出走？因为啥这么闹心？你知道不？你接着说。你家老爷子至今为止是个单身是吧？你呢也是个单身是吧？你还有个儿子，你说一家三口人都是老爷们儿，连个女的都没有，你说他能不闹心吗？我也从来没拦着他再找个老伴儿啊，他自己也不找啊，我给他介绍也不要。你说你都没找呢，他好意思找吗？你爸一直的心愿就是让你再成个家。我倒想成个家，可是我喜欢的还不嫁给我呢。这是你的私人问题，我不问。你要想让你老爸高高兴兴地跟你回家，你就得满足他的要求。怎么满足？你想，我现在马上要给他找个儿媳妇，我到哪儿找去？也是啊，真的找不着。假的呢，试一试。假的，找个假的怎么样？假的？啊，你可别扯了。对，就找个假的。你就找个假的，哎，你知道咋回事就行，你不跟他说，他知道真假呀？能行吗？怎么不行呢？给他哄乐呵了之后，肯定就跟你回家了。兄弟，你现在来开车接他，你就是来八抬大轿抬他，他都不能跟你回去，你信不？这个我信。你就听我的，咱给他找个假的，把他一哄乐呵了，
肯定就跟你回去了。来吧，喝一杯，来喝一下。你别愁，有我你就别犯愁，啥事都跟你摆平了。找谁行呢？谁能愿意当这个假媳妇呢？你呀，刚染完货，刚消停一会儿，你又合计啥呢？嗯，啥玩意儿假媳妇不假媳妇？我这是给爹排忧解难呢。什么我跟他整事儿，我也整事儿的。其实我真的亲过爹爹的，人家老爷子呀，人家不愿意。这家爹爹叫上了，叫的越亲，距离拉的越近嘛。老爷子呀，今儿叫你气跑了，回敬老院住去了。你看这回近不近？那是表面现象，慢慢就热乎了。不信你等着。你呀，少跟我俩表面不表面的啊！以后少跟我惹点事儿，让我省点心，比啥强。哎呀，你说我费这么大精力，我费这么大的财力。为了啥？我不就是为咱儿子吗？你说咱家儿子多好啊，多懂事。哎呀，趁着我能帮他一把的时候，我多伸伸手，多出出面。等我到老苗头那个岁数，想帮都帮不上了。小宝子，哎，叔，你咋又来了呢？大鹏经理不在，我过来视察视察你们的工作。啊，那你视察吧。这咋就你一个人呢？今天星期天放假。啊。提呀，叔，那我当时不没招了吗？怎么的？我喊你句小叛徒，你不爱听是不是？不是，那你喊人叛徒多难听啊！现在有个戴罪立功的机会，你要不要？叔，嗯，你这是又想坑谁去吧？拉倒吧，你可别拿我当枪使了，不去。你怎么这么看你叔呢？那你咋不说呢？我求你个事儿。啥事儿啊？你不会上网吗？会。你给我发一下子征婚启事。叔，嗯，你跟我婶咋的了？不过了。哎呀，不是我，别人。啊，吓我一跳。你写吧。哎，说说吧。征婚启事，征婚启事。男，女的，多大岁数啊？还忘问。咋写？你就写三十多岁，四十不到。那就写四十多岁就完了呗。那具体的咱没定下来呀。啊，那我就写四十左右。四十，四十左右啊。这个浓眉大眼，五官端正，一点没病。这一点没病写了哈，一点没病其实用得着吗？有也能用的啊，1米80多，有房有车。叔，哎，这谁呀？条件这么好啊？啊，给我兄弟发个征婚启事。叔，你啥时候改当媒婆了呢？再说这条件这么好，自己找不着对象？也不是真找。就找个假的呀，这个哄一下他家老爷子，给他哄乐呵了就算拉倒。啊，假的，那你看我行不？你不行，你太好看了。再说呢，你还没结婚呢。他还好看，一脸大包。不是，叔，咋还非要结完婚的呢？我兄弟离过婚吗？你不得配套吗？哎呀，叔，既然是假的。你这上网找多费劲呢，咱村那么多
多人呢，随便找了一个替一下不就得了吗？哎，叔，我看那农家乐的白玉兰就挺合适的。白玉兰？哎呀，对呀，我咋把他忘了呢？那我还写不写了？不写了，不写了，不写了。白玉兰，哎，现在就写白玉兰呢，白玉兰就他了。哎玉兰，事儿呢就是这么个事儿，你看行不？你说你，有你手里哪那么多的花花肠子？你上次给俺家老爷们害的还不够苦啊？到现在还不回家住呢？你看你呀，那是两码事儿，我这不也是给大马勺赔个礼吗？这个尽量挽回点损失啥的。那你不是答应人家二门二户给赔礼道歉了吗？那招不行。我这个兄弟家呢有大果窖，老大了这果窖。你说现在大棚不给你们卖苹果呢吗？嗯。这万一卖不出去咋整？天还凉了，你就得把苹果放到果窖里头，等来年开春再卖。你说我这不也是为你们着想？那我就不明白了，卖苹果跟装人家媳妇有啥关系啊？我这个兄弟呢现在就娶不上媳妇儿。哎，他娶不上媳妇儿呢，他老爸就不高兴。他一不高兴，他就不回家。他不回家，他就没有心情管咱们苹果的事儿。你听明白没？我听明白了。可是人有天大的理儿，那我也办不了啊。再说咱屯子那么多妇女，你挨门挨户问问别人，我装不了。哎，玉兰，玉兰，拉倒吧。你看。爸，该你了。你说你啊，你该上班不上班，你跑这儿来跟我下什么棋？你说，爸，反正我想好了，这次你要是不回去，那我也住这儿。胡说！你生意不做了，儿子也不要了。那我也不能不要你这个爸爸。我看呐，这个土埋半截的爸，要不要都行。啊，你俩下棋呢？啊，刘哥来了。你来干啥？我给你糊几斤苞米。爹，你看，这是梨花村的特产，老香了。哎，我看你俩谁厉害？哎，爹，那咋不僵呢？卧槽，你说那一僵不就僵死了吗？哎，兄弟，你这棋跟爹也没法比呀，这档次也差得太远了。人都不僵你，你还下有啥意思？你说他吧，非得拽着我跟他下棋，说是啊，要陪陪我。你说还不知道谁陪谁呢，是吧？爸，哎呀，要我说，咱别下棋了。打扑克吧。哎呀，打扑克缺个人哈。哎，兄弟，你把你把你那个相好的叫来，咱打扑克。谁相好的？我兄弟相好的呗。相好的，不是那亚楠，另外一个，他没跟你说。你看，哎呀呀，我忘了，我应该替你保密哈。我错了，我错了。一凡呢，一凡的。那你说这事儿，你有啥不敢说的？你说我都急成啥样了？多大岁数了？我那个我兄弟吧，不好意思说，那女方吧，岁数有点大点，反正。大几岁怕啥的呢？你说这好事，你就应该早告诉我，你知道不是？不是，叫什么名？那个。叫白玉兰。白玉兰？嗯啊，你们村的？是，也是梨花村的。你可能见过，但是你没注意。哦，哎，走啊，看看去。你别，爹，我跟你说，那个别着急啊，这个他吧去开会去了，
人家还是干部呢，妇女主任。等他回来的，咱们正式一点。老公公见儿媳妇，咱不得正式一点吗？是不是？那可不，那行。我说一凡呐，你呀，你呀，你说这好事你怎么不跟我说呢？啊？哎我，爹啊，你那什么，你先躺一会儿，我和我兄弟有点事儿啊。嗯，来。你说这个傻小子。你说你整个媳妇儿你都整不明白，刘哥，你这样能行吗？咋不行呢？兄弟，我跟你说啊，我昨天晚上就为了你这事儿啊，我一宿都没睡觉，我翻来覆去，我想把全村的妇女从大脑里过一遍，唯独就有白玉兰最合适。人家白玉兰已经成家了，人家有老爷们儿了。你不知道，关键是他老爷们现在没在家。不会出事的，你可别扯。我是跟他怎么说的呢？他帮你把这事儿给你圆完了。完了之后呢，他家有一些苹果挺多的，没处放。你那厂子里不是有果窖吗？啊，那倒没事，愿意放放吧。不过我就说这个事儿，我担心你。有你这句话，这事儿就成了。你看我刚才一说，给老爹乐啥呀？啊，你可怜可怜他吧。咱们弄个善意的谎言，把老爷子哄回家去，就万事大吉了。哦，那我问你，以后呢？以后再说以后呗。他要问去了，就是黄了，感情不和，分手了，再找呗。关键你不还得跟亚楠呢吗？这就是权宜之计。你说什么？我一点也没明白你说的是啥意思呀？我爸又跑敬老院去了，就不肯回家。后来你们村的那个人给我出了个主意，说找一个假的女朋友，想办法把我爸哄回去。那你跟我说这事儿是什么意思呀？你想让我去装假女朋友啊？跟我配合了，你滚一边是吧你？啥玩意儿打架呢？啊！
跟谁打架了？吴翔啊，快点，跟谁打仗了？大鹏找我求你，你配合我，你他妈干不了事。大鹏，兄弟，来，别打了，来上。你小子太尿性了，兄弟，别打了，待会儿话上边上唠会儿。来，跟你唠个屁，快走，快走。